哥。润叶的事情听说了吗？润叶咋了？李孝乾，你哥出来以后，齐大哥为什么打你吗？啊！一个男人你打女人啊！你不要，不然要揍你！你说的对，我没种，知道为啥没种？我婆姨天天心里想着别的汉，我管不了，我没种！你混蛋啊你！哥起来！知道他是你婆姨，我和润叶是拜了法子的兄妹，他是我妹，你要再打他，我他妈就锤死你！先锤死你！啊！打！你这！那！你这他妈不死你！打！来呀！打！打呀！你今天在这把我打死，你打死我说不定瑞宇还高兴。来呀！打呀！虽然安，瑞宇心里都是你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爱瑞宇比你强一百倍，胜过你一百倍。我可以为了他去死，你敢吗？你为什么不娶她？你为什么不娶她？因为你不敢，你也算个憨。强扭的瓜不甜，我现在彻底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。刚结婚那会儿，瑞叶不愿意跟我睡在一张床上，我还以为她是害羞。我以为刚结婚的女人都这样，我还在想自己为啥那么着急呢。我就踏踏实实睡我那个大床，她睡在那个小床。可这一睡就是几个月。我父母虽然是领导干部，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要从政。我就想啥时候我能干上真正自己喜欢干的工作。从小我就迷上了汽车，我觉得开汽车能够走南闯北，想走就走，想停就停，即使再辛苦，只要手握在方向盘上，心里就觉得畅快。高中毕业以后，我爹给我安排到县革委会当干部，我没去。没想到，我还真当上司机了。我对汽车一点都不敢马虎，即使是清洗一个汽车里简简单单的螺丝帽，我也可以不吃饭、不睡觉，因为我觉得汽车是有生命的。其他方面，我就是个平凡的普通人。平时也不爱看书，也不关心什么社会大事儿，但是我对吃的用的都很感兴趣。那少安，我对这些东西这么感兴趣，我再花心思也不敌我对润叶用的心思。他在我心里就是个天仙，但这个天仙，即使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我也觉得他好像还是在天上。这是够麻烦的。那你说哥咋的保上你？
马山帝和润叶呢？以后别再见润叶。 啥事儿啊？哎，那个俺回那个小铁匠在不在？你找他干啥了？我前两天不是到这儿修队里那个农具吗？就听他跟俺说了一下，他们村的事情。我想再听他跟俺聊一下。哎呀，你来晚了。这个家里那个老乡少气儿，说有事儿回去了。是嘛时候回来吧？那恐怕回不来了。你想啊，这家里种地那小日子过了可带劲，比那打铁可好。他可回来干啥？跟着你也回不来了。 家里的光景好，肯定不愿意到外面套生活。那是，你已经说实话了。你忙吧，我们走了。好，中。慢点啊。少安，刚才那个师傅说，在家种田，比在外面打铁的日子过得还美气，这咋可能嘛？我不就要跟你说这个事吗？哎，我听说他们那个村里啊。 把生产队分成了小组搞承包制，超产了给奖励，这样一搞哈，哎呀，这个庄稼收成比往年都好，不仅农民吃饱了饭，还有余粮了。哎，不行，少安，这分田是犯法的嘞。哎呀，是这，不分田，那田还是公社的地，就是生产队啊，把这个地承包给了社员个人种，那你到时候国家要多少公粮就交多少嘛。 其他的时间你爱种事就种事，交完了公粮，剩下的自己吃，犯是麻烦。那他们领导都同意啊，这是挨批斗的。哎呀，都是胆儿子不领着干的，到了晚上把社员召集起来，写个遵旨书，按个手印，都是头头干。那他们这胆子也太大了。胆子大不是逼出来的？我听说原来他们那个村比我们这还穷嘞，那都是出去讨饭吃，讨饭都讨出名气了。是这个理，那人急了烧香。 那狗急了还跳墙嘞！哎呀，我就想着咱们这个小队能不能这样干啊？哎，你信不信？要是这样干，绝对没有偷奸耍滑的人了。少安，你这事儿你决定了？我还没有决定。哎呀，我想去问问个地少平。哥，你看这国内新闻。 这国内国外大事，报纸上都登着呢。你看看完了吧？报纸给我留着啊！哎，这回我都看过了。四十八大到以后，我感觉这个社会上确实是有些变化迹象。哎，你看那些老干部，名誉也恢复了。这报纸上还号召搞这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。这现在就是有本事的人要吃香了。哎，这最重要的就是群众拥护的邓小平可以发表意见了。 这别看你是个只有初小文化的农民，你这个直觉准着呢。那你说要把这个小队分成几个责任组，搞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，是不是符合主要这个政策？你这个理论根据有点牵强啊！这现在还在号召农村批判资本主义路线，什么农业学大寨复西呀？你看。 这报纸上那天还登了说外地啊有一个农民就挖了点这个中药，没有交工，被拉到村里的政治腋下批斗三天三夜。这的呀？看你这样一顿个，这个油漆又不足了，我真是怕给家里惹事。你是不是又想起来当年，就因为给社员多画了点猪饲料地？ 被拉过去批斗的事情，不是怕这一件死，我就是怕呀，你刚一动就挨批判。你说万一我把社员都煽动起来，都煽不起来，一盆冷水泼下来咋弄？你这是，这都说不准。哥，我看啊，如今这事实跟以前不一样，大家对一个事情的想法态度这都不一样。你看这个报纸上，以前只有一种声音，现在这个反对的态度也敢登上去了。 这是进步啊！是进步。啊。
我们咋进？哎，咋了这是？咋跟死了人一样呀？俄想这个办法也是给憋出来的。哎，哎，你们说啊，咱一年到头在山里这个征兵劳动，那征到现在还是穷的什么都没有啊，这是真的吧？就拿我自己来说吧，住的窑洞都是借的。凭什么农民就要受一辈子穷啊？我就不信了。哎，你们咋了？哎，我老是能想起田二说的那句话。难道这个世道就不敢改变一下？我啥都不知道，我没看见火啊！啊！这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咱能这么干？咋不能？人家安徽不也这么干？我看不能行，这不是走回头路吗？要是给咱扣上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，咱可受不了。那咱个农民怕个球吗？咱本来就在受苦嘛。那公家还能把咱的老镢头夺了，不让咱吃苦？就是嘛。少干，我支持你这么干。我看这个事儿啊，俺不能这么干。俺们虽然穷点儿，就凑合着活着吧。凑合啥？凑合啥？凑合啥？谁不想过好日子？说话，嚷说话呀！要不就不说话，要不就他嚷的一句话也听不清楚。咱们现在先不说干不干啊，仔细想一下，这个事对大伙有没有好处？对国家有没有害处？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吧，能调动咱们大家的积极性，对咱们有利。对国家嘛，咱能完成交粮任务，那也有利嘛。对对，有利。行行行，对，咱们这个事情先不要声张啊，咱也学学人家安徽，偷偷的把全队的人召集起来开会，看大家的意见咋样，同意就立个气，就是日后出了什么事儿，咱也不能让少干一个人待着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那他铁夫堂能同意？这事瞒不了他。瞒他干什么？瞒也瞒不住。我是这样想的啊，这个承包责任书我已经写好了。这样啊，我现在给大家念一下，要是同意就在上面按个手印，我就拿这个手印找到铁夫堂去。我念了啊。双水村大队第一生产队农业作业组生产合同，第一生产队与第三组签订生产合同如下：一，定土地220亩，夏田103亩，其中小麦83亩，负重荞麦20亩，秋田117亩，其中玉米60亩啊。故，哎，不要管他，我也不念了，都写在这他啊，同意就按个手印，啊，要是不同意也没有关系。反正那个公有地还在那他嘛，还可以干活，照样进工房。那咋又跟死了人一样啊？那我给他撕了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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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咋了，傅大叔？眼瞪这大，跟牛眼一样。嗯，哎，傅大叔，这可不是我个人的意见，这是整个一队社员的意见。你甭管是姓牛、姓马、姓孙、姓田的，全都拥护着了，手印都按了。你看，少安，上头也没有一个文件，这么大的事情。我田福堂一个人可不敢答复你。你看是这，我找大队几个人，我们商量一下，研究研究再答复你吧。那你好好思谋思谋，现在安徽已经这么做了，也按了手印了。
少安来了，哎，你看甚呢？你知道这是甚？甚？这是个炸弹，要炸死人呢。甚炸弹？哎呀，孙少安他要把龚家的地分到社员个人手里呢。不行，我要去找孙玉婷。 你找孙玉婷做甚呢？他能解决是个甚吗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孙玉婷有一股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，你不要看不起人家那个破衣烂衫。爽水村的未来，说不定就要靠这样的人呢。 你干甚呢？四叔找我有急事儿呢。自从四人帮倒台以后，人这胆子就大，越来越大，简直没边没沿儿啊！咋就能明目张胆的走资本主义道路了？这可是你家少安带头干下的好事儿，谁干下的我也不能答应。不要说少安是我侄子。 就是我亲爹，我也不能答应。哎呀，这个孙少安到我兄弟那儿住了几天，就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，就开始人五人六了啊！他也不想一想，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。哎，共产党为什么要叫农民从单干到互助组，再到人民公社？ 这历史的车轮还能倒着转呢，他这可是反对社会主义，这就是复辟倒退。谁反对社会主义，我就反对谁。你先不要激动，你看这个事情咋办了？福堂哥，你说呢？你咋说，我咋办？我是问你呢。哦，要不叫民兵把他们都捆起来，扭送到公社去。那么多人，你捆谁了？啊？ 玉婷啊，我是觉得这个社会啊，恐怕是有什么漏洞叫孙少安给抓住了，要不他咋敢这样干呢？啊？我天天看人民日报呢，政策方向我摸得准，他这明摆着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嘛。那人家少安说，安徽人就这么干着。 就算安徽真有人这么干，也不能说明上面指定让咱们这么干。我看，这事情要马上向上面汇报。嗯，要赶快派人到公社去，这个事情非同小可。我去，你去。来来来来，你这要到公社去把你亲侄子告上呢？这是革命事业上的大事儿，不是家里的小事儿。 玉婷啊，你这个阶级立场可要站稳了啊！你可不要一出门就去给你哥报信去了。这咋可能那么是说？我还不知道你。你忙你忙，哥，哥，啊，你快来哥。干事有哥哥的，进来说吧。 有事儿跟你说的，什么事？你过来，过来，干啥？过来干啥？我跟你说，少安出大事儿了。少安一个结婚的人了，他能出啥大事都要生娃了？就你不知道，这哥已对田家阁楼这边家家户户都知道。哥跟你说，啥？他这么干，这个家不想要了？ 我不是还负责着呢吗？我现在就去公社汇报。你呢，抓紧想个办法。晚了，他从公安局把铐子都铐走了。行，是这，你能不能迟些向公社汇报去？那不行，你看田副他把自行车都给我了，他顶着的。是这，哥，你呢，赶快去找少安，我是尽量拖延时间。 哎，哥，我的眼。
万丈高楼平地起，盘龙卧虎高山地，边区的太阳红又红，边区的太阳红又红。哎，小韩，小帅，你可不敢再胡闹，你是要把田捅了我？你把队上的人都叫上签合同，你就不叫我仨？我不是一队社员。是你，我不是怕你操心吗？我能不操心吗？不要再胡闹了，赶紧去公社啊，跟这找领导跟人家认个错啊！你这现在去了，这算是投案自首。这话肯定是二爸教你说的。我犯什么罪了？我要投案啊！你赶紧去吧，二爸早都去了半天了。谁让二爸去的？他主动要去的呀。他是说要给你争取时间的。玉厚啊，你不要着急。我能不着急吗？这是我的娃呀。少安，你是有婆姨，说话都是有娃的人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不就是你们要有娃了吗？俺想让娃到这个世上有个好日子，你看这咋了吗？玉厚，你放心，万一出了事儿，我们大伙儿不会让少安一个人扛。你给我滚！别搁了吧。少安啊，我求你了，你要是心里还有你这个爸，你心里还有这个家，你就赶紧去公社找白明川、徐志功，跟他们说些个软话，这个事情不要宣扬出去。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少安。是个啥？咱就是个农民，咱有个家，你经不起再折腾了。压根也不得去。哥是说不动你，是不是？我真不得去。说不了你了，大伙都在这，都签了合同。孙少凯。今天要不去公社认错，我就是这个决头，我把自己的腿刨了。二爸，二爸，我去，我去公社自首，什么也干不成。诸位老少爷们，你们也看到了啊。这个事只能先放一下了。这小苗还没有拱出来就被压死了。但是我说哈，我孙少安的心没有死。我希望你们这心也不能死。我今天说下一句话：农民想过好日子是没有错。农民靠着自己劳动过好日子更没有错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干柴，一点就着。好，你抓紧时间，赶快把这事落实了，好吧？好了，你去吧。啊！徐主任，哎呦，玉婷啊，稀客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找白主任啊，汇报事情来了。啊，找明川。啊，哎。有什么话不能给我说说啊？是这样，田支书说有很重要的情况要向公社汇报的。啊，人夫堂差人来汇报，无非两种事：一，鸡毛蒜皮他不想来，但又推不开；二呢，有点棘手，他不敢来，但又不得不来。你说我猜的对吗？哎呀，感谢大呀，徐主任，你真是厉害。啊，把田子叔的习性掌握的是了如指掌啊！走走走，屋里去说。啊，好。哎，把车放这。好的。这不是我，我可不敢有这个胆子。这是一队队干部今儿一早上交上来的，据说他们昨晚上开了一夜的会。你看上面二着手印，整个生产队的社员都参加了。这是谁带的头？这个我不清楚，好像是集体商议下的。
我给县革委会打个电话，玉婷啊，这不是个小事儿，你汇报的很及时。喂。 赶紧安排人给各公社打电话，看看其他公社啊有没有类似情况。如果有，立刻制止啊！孙少感，听到话我以后，到大队部来一趟，到大队部来一趟，有急事，有急事呢。哎，你们先干着啊。 你这是严重的走私，不如一道路，是带领人民群众犯罪，社会主义，这是重罪，抓住就坐牢，搞不好要枪毙。他们说你光不干不行，还不能有这个心。少兰，这是到底落账的家庭多几天了？爸，你咋了？急成这，你不要管我这个事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少兰，这是到底落账的家庭多几天了？爸，你就不要管了，个多事吧，那个要跑了不，责任政治罪了。哎呀，你咋是个死脑子吧？你先走，等你问题查清楚了，等公安查清楚问题了，没有罪，你再回来吧。就这么我们大家都帮你想办法呢。走走走，没有投机，也没有谋狗，我可跑是吧？我们是原西县公安局的，干事，徐四顺庄。 你这事啊，还没定性呢。要不啊，早就进局里了。现在啊，上面正在调查呢。哎，你也放松点，该咋咋地，别老搁这蹲着。你早就往错了。哎，跟谁走的？走。说完。干什么呢？停。哦。慢点，您不会不会。哎，您抽烟。哎，接着说事儿吧。啊，我叫刘根民，是公社文书。 我这兄弟啊是好人，这里边肯定有误会。你放心，他现在不是罪犯，我们不能拿他怎样。哦，好。是吧？我回去问问先生，你沉住气啊。好。玉婷啊，你这次来又是要告谁的状啊？天安府局。谁？ 田福军，田福军，说来听听。私分土地的事儿是田福军指使少安干的，不然他一个小队长，他咋能想出这样的事儿？田福军这县领导发话，少安他干不停。这事儿少安的罪过可没有那么大，他就是听田福军这县领导的话。玉婷呐。 你不是为了救你侄子，才把这事儿推到田福军身上吗？徐主任，你咋能这样想我呢吗？我的觉悟你是知道的呀。喂，田福军，你在啊？啊，你从乡下回来了，我有件事儿得向你确认一下。 对，是我授意的，是我让少安搞的承包制。田福军承认了，没想到他这么容易就承认了。孙玉婷的内心涌起一丝莫名的惆怅。
和愧疚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他心里不停地问自己，喉咙里也像是被东西哽住了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田夫君就这么坦荡地承认了自己的行为，而他却像一个小人一样，轻易地把一个好干部给出卖了。你害了一个人，一个不该害的人，一个全县人民爱戴的田夫君。双水村一队啊，私分土地单干一事。地委呢，给了我们明确的回复，认定是资本主义复辟倾向，要坚决制止。对当事人孙少安，因其是被我们县领导田福军同志的错误授意，啊，也没形成事实，又及时上报了领导，就由公社呀，通过广播喇叭进行批评教育。同时啊，我们针对新出现的问题，应该专门形成一个决议，下发一个文件，让全县啊各公社各大队一定要提高警惕性，严防这种复辟倒退的行为。有人说啊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啊，对这个问题也有争论啊，还没有形成定论吧？是不是政治方向性的错误？文云同志啊，你是在替你的亲戚说话吧？我听得出来。田福军同志的侄女田润叶是你的儿媳妇吧？好了，这个问题啊确实死有整议，但是决议已经形成了啊，上级领导同志要求我们严肃查处这个问题。我正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有整议，所以对当事人只进行批评教育就算了。至于田福军、田副主任主动地承担了这个责任，很好，那就做好思想准备，接受组织的处分。我接受组织的处分，但是在没有听我指的以前，我看我还是先多干一点啊。你现在的罪名啊还没有定下来，你就当换个地方住，该吃吃，该睡睡。哎，刘文说又来开出租号来了。哎，我来放你。孙少啊，没事了，可以走了。上，走了。孙少安心里憋着一口气，他不服气，太可惜了，这次土地改革的尝试还没等开始就以失败的结局而告终了。突然他心里又想到了一个人，要是没有他，或许我少安也不会这么快就被放出来。社员同志们请注意，社员同志们请注意，石歌节公社双水村一队私分土地单干一事，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。县委要求全县各公社、各大队一定要提高警觉性，严格防止这种复辟倒退行为。我们要针对这一新问题的发生，坚决制止，不忘广大社会提高思想。我听福堂叔叔是福爵叔打的责任把我报案，我也听说了，我想去县里找一下福爵叔。那队长，这席里边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和他说，我不跟你一大去。
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，为了接待高老的事情，昨天连夜赶到咱们垣西县，现在住在招待所休息，等着咱们讨论的结果。现在时间很紧啊，咱们就先不等傅军同志了，咱们讨论吧。哎，叫傅军回来了啊，这是领导的意思。高老要到咱们地区，还专门提到了田福军同志，说跟他是老相识。领导考虑高老和福军同志的关系不一般，就专门安排田福军同志来接待高老。傅军叔，你就让个恶霸去吧，那咋了嘛？我们就是要告诉他们，共产党的干部里有真为老百姓着想的，那就是你吗，傅军叔？成满，都谢谢你。你就算到县里跟他们说，不是我让你干的报告，没有用。我会要死说就是我让你干的报告，所以你去说没有用。啊，回吧。这事情就是我干的。你们才是这个土地的主人，我们就是为你们这些主人服务的。相信我，我能解决好这个困难，我会策略的去解决这些问题。好，回吧。傅军叔，种地的老百姓不想受穷，想过好国家。现在，苗主任最关心的事情，就是高老提出来开座谈会的事。是啊，咱们垣西县是全地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县，各方面都是全区的典型。这万一有人要是说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啊。高老的家乡高家园公社高店子村那些当年跟他一块干革命的老红军、老赤卫队员，啊，现在生活不太好，有些还很困难。这个弄不好，这个会就开成一个发牢骚会、诉苦会，这就麻烦了。队长，你的意思呢？哎呀，这一时半会儿。我也没什么好的主意啊。咱们干脆把这些老汉集中到县上，把他们的衣服啊先换上新的，然后私下里一个一个给他们做工作，让这些老汉不要再见面座谈会上砸洋炮啊，就说一切都好着呢，行不行？你们两个的意见呢？我看这个主意行，给这些老汉们一点实惠，啊！好，那咱们就这么办，给老同志每个人做一身新衣服啊，然后告诉他们，开完座谈会以后，每人发一袋白面。这都是点表面文章。哎，福军跟高老不是老交情吗？要不，等福军回来问问他什么意见。进来。啊，冯主任，刚才苗主任来电话了，说是地区有事情，他就先回去了。让认真研究一下高老来的这个问题，一定要安排好。路上几部车坏了。紧赶慢赶的，还是来晚了。坐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伯爵啊，嗯，曲商叫你回来，这任务已经确定了吧？夫君，没想到你跟高老还有这一层关系啊，是老相识、老交情了啊！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！哎呦，什么老相识？就是我刚刚毕业的时候啊，还是个毛头小伙子，正好到部里去有一个项目。干上是高老负责，高老一听啊，我是垣西口音，很激动，让我到他屋吃了顿饭。就这样，
就这么简单，就是吃了一顿饭。我真没想到啊，这高老这么多年了还记得我。好，好，好。夫君，你来此前，我们大家刚才讨论了一下。啊，国兄，你还是跟夫君把咱们研究的这个结果说一说。哎，还是你说啊，你说起来比较系统嘛。哎，刚才大家研究的意见啊，就是给这些老革命、老战士们发点好处，好堵住他们的嘴，省得他们见了高老啊乱说一通。有志，冯主任已经说了，咱们是出于对老革命的关心嘛。关心就把救济款发给人家，人家想咋花就咋花，我们这样公然的弄虚作假，是对革命事业的不负责任的表现。你看你又犯的这个事儿，刚才不是已经统一意见了？这是我个人意见。胡军啊，你的意见呢？哎，胡军，你也谈谈你的看法吧。啊，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挺好的，冯主任说的对。这啊，过去咱们对这些老革命啊照顾的也不够，这样也好，做个弥补嘛。